準備成點咧？而家哇，其實好緊張，好興奮，因為真係我哋而家都每日都有訓練啦，咁都唔知到時喺紅館嘅決賽，我哋會表現成點樣？覺得有啲咩個人未 ready 嘅？你話有咩 ready？ 有冇 ready 啊？未 ready 好啊！未 ready 好嘅。你想更加改善得好啲啊？因為其實我是比較緊張，到時我哋著泳衣的環節啦，到時要即快問快答，我不知道自己到時我嘅即表現的情況是怎樣，希望自己可以即正常發揮。喺邊度要唔會特登揾啲人嚟問下，或者上網揾下資料咁樣？有，我哋所有佳麗都有，即一齊我哋去上網去 search 依網，即可能港姐都遇到一些問題，佢點樣去回答啊？之後大家都會，譬如13號啊、11號都會考我，哇 ！Cherry 你呢道題你試下點樣答？咁我哋就自己咁樣訓練。有冇啲特別擔心嘅問題啊？你自己？我啊。我自己其實很多都很擔心，因為我自己譬如他們會問一些，如果即用一些詞語來說一個 sentence， 譬如他們說一些比較難的，譬如地板、高踭鞋、鞋帶，叫你做一個sentence 這樣出來，我有時都要撈一撈。因為之前不是有試過他們說什麼豬欄啊、在坐監啊這些可以做過的嘛。有冇得做功課咧？你覺得呢啲嘢？覺得平時可能就要練多少少啦，即係自己多啲同大家一齊去傾偈，多啲去練一練，撈一撈。